太危险了，大型连结车怎么会卡在窄小的巷弄里？强哦强哦，左桥右桥连结车就是出不来，但没办法，眼看后方也没有退路，驾驶只能使出大绝招了。挤挤挤，连结车终于探出头来，但问题又来了，道路太窄，车头出得来，但车身却塞不下，这可怎么办？驾驶不死心，以退为进，眼看时机成熟，来个90度大转弯，过了，连结车闯关成功，就连目击民众都忍不住发出惊叹声，强，出来了，厉害。驾驶的超高车技让网友直呼强人都在民间，而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。退退退，轿车小心翼翼地往缝里钻，即使这缝再怎么窄小，驾驶就是有办法停得进去。但如果你的技术没他们那么好，那真的就糗大了。左瞧瞧，右撞撞，银色轿车像是在开碰碰车一样，三番两次的撞击就是无法把车开出来。空间明明很宽敞，这位技术奇差无比的倒车哥却像是在鬼打墙一样，让人忍不住提醒一句：老兄，回家练练再上路吧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